所以你使什么招已经不管用了。这招不好使，嗯，进出去，不好使吗？嗯，再见。我还有别的招。哎，等会儿，我还有招，我还有别的招。哎，好几个招。哎，别，不是，哎，我还有别的招，不好使吗？杨伟凡，等会儿，听我说。Every time you're home, I know he's real. My heart once told me how he would feel. Why I just like you told me. Why I each time you hold me. Why I because you are you.谁呀？柯总，我是来赴宴请客的。哎，柯总，开门呢，柯总，周一，哎，你开门，你听我说嘛。周一，我今天真的是非常真诚的来道歉的。虽然我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，伤害到了你，但是就像你对客户说的那样，男人让女人伤心，就是男人的不对。我今天立下了城门立雪之志，你不开门，我绝对不走。绝对不走，石老板，您太过誉了啊！
这都是我们妇科大师应该做的呀。感谢感谢啊。是这样的，这个最近呢我们没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你看多忙啊，最近我们啊手头事太多啊，怕每个人都走不开。您看啊，家宴双头抱啊，不吃什么都不重要啊，重要是咱之前的情分嘛。啊，行，那我知道了，我答应您了就等于所有人答应您了。我的威望你可能还不知道吧，在事务所里我说句话这年轻人啊还是愿意听的。行，好，咱回头见。哎，好嘞，拜拜。哎，等等，嗯，这个咱们之前呢复合过一对儿，这个男的呢叫徐涛，女的叫孟小可，刚才就是他们打电话说他们俩已经成功复合了，这徐老板啊特别开心，想请咱们事务所所有人啊到他那会所啊吃顿饭表示感谢，还特意说了他们家那厨子呀是粤菜十大名厨，你像什么帝王蟹呀、象拔蚌啊都拿不到台面了啊，吃什么私家的双头鲍啊，见过吗你？哎，什么时候？今天晚上。当天请吃饭那叫低了，三天前请吃饭那才叫吃饭。哎呀，不是，徐老板特别真诚，他那个会所前边啊是他新开发的楼盘，酒足饭饱之后让咱们啊到他那新开发的楼盘啊看一看，如果有人相中九二折。每一个人？每个人。那这徐老板得少赚多少钱呢？人家堂堂大老板能在乎这个？不是，你刚才说那俩人谁？男的叫徐涛，女的呢叫孟小可。我怎么没印象？应该不是我们面对面咨询的客户，有可能是邮件咨询的。每天我们像这样的客户有几十个呢，肯定记不住啊。邮件客户，当面感谢我们，还给我们房子打九二折。小盛，售楼中心的吧？叶子，你查一下。好。哎，这查什么查呀？你们这谨慎出职业病了。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？这人家白请客白吃，你再吃了一顿再说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数据打不开。打不开？嗯。秋生，您看一下。哎，你能回来再弄吗？我跟你说，人徐老板啊，要感谢到咱每一个人，赶紧都去。快，你给那个谁周末打个电话，让他一起去。嗯。周末今天陪他爸去做体检了，我给放了一天假啊。啊，行，也对啊，未来岳父身体也得检查一下啊。行了，那只能怪他没口福。OK， 人家徐老板说了，好酒已经备上了，谁也别开车，咱就好好吃他一顿。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西域豪庭吗？啊，这不五分钟以前发的定位吗？还说了酒已经烫好了，双头鲍也下锅了，派一个副总经理过来接咱。规格多高啊！那副总经理在哪儿呢？周少。啊。我觉得有些不太对劲儿，咱们还是走吧。快，大哥，赶紧别让他们跑了。快，什么情况？大事，我老公跟小可。别走，干什么？看不到，就是他们复合，我老公和孟小可的啊！快拍他们，使劲拍！你们什么脸？我拍什么拍？你们要脸不要脸啊？对呀，这别拍了，警方警察，别拍了。周一，你知道吗？有一种非洲鼓的节拍是这样的，你注意听，我打给你。嚯！
听出什么意思了吗？